这村里。是圣诞的歌曲哈、哦，那听说呢，这个什么礼物呢发放完了，是不是？要准备抽奖了，好、哦，大家注意了、哦，有没有拿到号码牌？有分享的朋友呢，你就会拿到号码牌。大哥你几号？四十二号，控喜的，啊，还有没有朋友拿到号码牌？哦，有分享没有拿到？哦，
你如果分享的话，你要找小编跟他讲，因为呢号码牌有限啊，这个限量的哦，限量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拿到号码牌的朋友呢，可以参与抽奖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没有想抽的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想抽的朋友哦。这个拿到号码牌，那抽奖呢，我们来一首歌，在抽奖之前先来这个抽奖啊，先来抽奖好不好？先来抽奖，先来第一个号码哦，那准备了哈、哦，有没有那个紧张一点的音乐啊？噔噔噔。空吧空口，好，我先抽出三个好了，再一个，好，三个，好，今天有准备很多不一样的圣诞节礼物，好，希望呢大家呢圣诞节愉快。第一个，47号，有没有朋友在现场？好，这个颁奖音乐也再大一点哈，再来，注意听了，第二个，二开头，哎，有没有这左边的朋友哈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哈？21号，在哪里啊？哎，在这里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有中奖的大家给他掌声一下啊，他的掌声一下哈。哦，再来这个号码，最后一号，你知道吗？50号在哪里？右边的帅哥，赶快掌声鼓励！我再来抽个三个，抽奖的那个，我再抽个三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在下面，好。好，哦，这个抽过了。那礼物呢？有不同，有非常多种哈，大家呢？你们礼物等一下呢，结束可以拍一下哈、哦。今天的耗资千万打造，啊，耗资千万打造的哈、哦。来，再来三个哈、哦。注意了，4开头，48号，有没有在现场？哎呦，这边今天很旺嘞，掌声鼓励一下哈、哦。48号、哦，再来呢？我有。26号，在哪里？如果没有在现场了，我们就放弃，我们就让给其他朋友，有没有？26号，哦，左边茱莉亚姐姐，哎呀，这我的铁粉啊，我的铁粉啊。再来呢，最后一个，好，等一下再抽哈。16号，有没有16号在现场的？哦，有，在前面，都在前面哈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再陆续抽，好不好？一两首歌我们就抽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呢，还是我最近呢改编，然后呢受到很多朋友推荐，那其中呢还有一首歌我还没改编好啊，我预计呢下礼拜呢跨年可以的话呢，我会来这边给大家演奏，好不好？先公告一下哈，下礼拜12月31号，如果你没有出去其他地方跨年，可以来这边一起来跨年。好，时间呢会是10点，大概10点呢，一直到跨年完，我们就会收工了，陪伴大家一起这个盛大烟火呢，以及大型舞台，不是这种啊哈，盛大的音乐会的这个烟火跨年活动啊哈。那今天呢是阿日呢所这个配合我们所有的义工，所举办的小型圣诞节音乐会，大家可以的话是不是热烈掌声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好吗？不止准备一个月，超过哈、哦，这很多呢，包括灯光都是大家的努力，好、哦，都是大家的努力。那呢，为什么呢会这么重视这个节日呢？因为呢，小弟是最喜欢圣诞节的哈，所以希望在这个冷冷的天呢，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以及呢参与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小小音乐会。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给我们鼓励，好吗？啊，我不能再讲太多话哦，喉咙已经在痛。我来为大家演奏这首呢我改编的新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红色的
高跟鞋，虽然我今天穿白色啊，红色高跟鞋，大家听听看好不好？这首歌也让大家呢给我们这个公益小表演呢一个鼓励啊。我们没有任何市府团队的支持，靠我们的力量，希望呢大家能满意今天的圣诞节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呢，左边呢，我也来一首哈，这边呢。